女生要小心，包包太重伤很大。有些女生体型太小化，这样子的重量对她而言就过重了，拖很久以后，甚至整个输尿管都被拉扯。所以最严重最严重，还有遇到就是最后要洗肾，那这个就得不偿失。今天晚间8点，请你跟我这样过。东森超市33频道。